雄出现这狠心的虐狗案件，大树区一只小黄狗疑似被人用力气施虐，因为它的头顶破了一个大洞，伤势深可见骨，令人看了好不舍。车顶是无我的车顶，我会讲啊！别客套，出眼镜，甲抱去车顶就好啊！伊要你帮啊，伊要我帮啊！紧来，紧来，紧来，紧来！爱当爱晒啦！吃饭饭啦！是啊，让他喝一口，长长发。着我的泪，为你唱首歌，为你伤痕的心灵。也许在你生命中，与谁永远的失去，爱你的人盼望你，可这爱在继续。还有
有做点滴没在打。对对对，因为他会习惯就会需要点滴。帮他做运动的时候，他就是这样的。就是每天就是把重点放在他的伤口的护理，然后还有他有安心，对，还有安心点，并做这我们给你勇气，我们都爱你，我们一起在这里，好好活下去，我们会陪着你。也输给命运。